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双方打得都非常好，然后过程也是非常激烈的吧。然后我觉得，也是通过这一场比赛，也相信对后面比赛有很大的帮助，然后也是对我们两个人这种完全打开了的这种感觉。感觉一场比赛打得比一场比赛难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对手肯定也会一场比一场更艰难吧。其实打成什么样的比分，不管输赢，我觉得也都很正常。赛前做好了打五局的准备吗？做好了，肯定今天这场球，我觉得肯定会不好打嘛。而且我们两个人是第一次打，他们俩也一直经常配吧，然后奥运会也配的很多。我跟曼玉也是第一次跟他们交手吧，所以，在赛前我们两个人的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曼玉觉得今天你们赢在哪儿？主要还是在一些，特别是第五局吧，前面打的其实都比较正常，然后，主要第五局我们两个人还能，更豁得出去一些，更坚定更果断吧。然后包括在技战术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，然后主要还是我们这种必胜的信念很强烈，所以出手会很坚定。下一场比赛什么时候？下一场女单我最后一场是昨天莎莎那个点儿，9:05都解封了，所以我8:10，那也早不到哪去，比曼玉早两场呢。Everybody dreams of making their mark on history.